好的，那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地下室哦，藏在怀表里，能否告诉我们发现什么线索？酒柜上红色瓶子的位置。哦，好的。哇，很多金银财宝诶。尊敬的陆先生，你好，许久未联系，最近还好吗？有些天，可可的亲生父亲找到我们孤儿院，跟我说明当年的遗弃孩子的原因。他非常希望能和孩子一家团聚，希望陆先生你能理解和支持。祝一切安好，王建国，8月7日。好的，飞徽章。好的，可以哦，酒柜。嗯，这么多金银财宝，酒柜哦，明白了。哦，知道怎么玩了，不用看攻略，没不用看提示，就知道怎么玩了。看不看到？这就是酒柜的位置，一个红色，不是一个红色。哦，那你就下去。嗯，这里，这个就是在这里，这个在这里，在这个在这里，这个在这里，这个在这里，这个在这里。好的，徽章，钥匙，保险柜钥匙。好的，保险柜钥匙，2楼梳妆台旁边的保险柜。那我们继续吧。这里写的，苏队长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终于成功提取永生花的精髓了。只要加以研究，人类永生的愿望指日可待。我的手稿详细记录了提取过程，请妥善保管。最近可可的病情有所加重，我希望多陪他一点关爱。入国洞，8月12日。嗯，好的，那我们现在上去上面，因为有钥匙。这个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第一个房间。是，我还记得是40度，第一关已经说了。开，真的是永生花研究手册。开发研究阶段，这是永生花的草稿图。啊，好痛！是谁？啊？可以哦，那我们看一看真相，究竟竟然是可可的亲生父母接他回家，却被可可误以为再次被遗弃，最终酿成错误。
陆先生所属团队的研究人员有什么的秘密？他们会成功吗？最后神秘人又是谁？啊，完结傻发，意思是这个三寸老夫可能会出续集。真的是完结傻发了。好的，既然完结傻发，这些证物放一下给大家看一看。好了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游戏我估计它会出续集。好的，这个回放恐怖回放，我另一部影片会播放。感谢大家收看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放片的推动力，谢谢大家。